哎，刚刚有人说像那个酸菜、哎，梅干菜，哎，他说我就说要去买几块酸橙肉来丢好了。抓了一只鸡，然后我们看一下那个另外那一锅哈，这一锅，这个哈还很硬，有没有？那种感觉拿起来哈，它很硬哈，哎，好，就是刚刚那一个状态已经可以的，好，所以我们等一下呢教大家。